高雄，就是这样子吗？田馥甄单枪匹马攻下高雄巨蛋，举办第十场如果巡回演唱会。从2014年12月份开跑至今，田馥甄唱遍了台北、上海、天津等地，终于在9月19日回到高雄开唱。有别于台北场的初登场，田馥甄一展大将之风，享受他专属的万人舞台，更大方放送了两个高雄场才有的大幸运。到高雄，你唱小幸运，要干嘛嘞？想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激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。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这个小幸运真的是大家千呼万唤这一次才出来，所以我觉得开玩笑的啦，就叫大家去炫耀一下。那之前没有时间进练团室，好好的把《小幸运》这首歌练好。那因为我的少女时代在那边票房是非常的好，所以大家都很期待要听到《小幸运》，真的是被他们赚到了。高雄的朋友是大幸运。小幸运，但高雄歌迷的幸运可是才刚开始。如果巡回第十场，首度邀来嘉宾登台，而这人正是刚退伍的师弟林宥嘉，两人的默契合唱也让粉丝直呼赚翻喽。我寂寞寂寞就好，这时候谁都别
如果林宥嘉和田馥甄这个组合，就是冰山碰上彬彬有礼，因为他每次都怎样，你知道吗？他碰到我就是嘴，然后就有一个酒窝，加油，就串逃了，就非常的有礼貌，彬彬有礼，这是冰双冰，冰山加阿冰哥的冰，加起来就是一个。我们昨天跟今天在彩排的时候啊，就是那这样子我的和声的句子会不会影响到你？不会。OK。好，那谢谢你了，谢谢佑嘉。谢谢。既然是林宥嘉退伍后的首次演出，那当然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。其实对于师姐一路以来的提携，宥嘉也趁田馥甄去换衣服时在台上告白啦。可以当 SHE 的师弟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，因为我记得我人生第一场海外的巡演，然后那个时候到新加坡去，然后嘉宾就是我的师姐 SHE， 然后那时候出场的时候还发现啊，怎么那么多歌迷都是来看他们的，然后没想到到几年后这样刚退伍之后又可以到师姐的场子来当嘉宾，重新熟悉舞台的感觉。那其实虽然真的像刚刚 Hebe 讲那样，平时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就是比较不知道要讲什么，可是我对他们的感谢一直放在心里面，如果有一天呢真的我出人头地的时候，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。首场演出献给了高雄巨蛋，田馥甄的小幸运首唱也送给了如果高雄场，一连献出两个第一次，果真值回票价。当然除了这两个大幸运之外，演唱会的声光效果、迷人歌声也让人一样陶醉其中。穿上重达10公斤、价值40万的冰块装，化身极光女神，躺卧在冰山中开唱。接着一瞬间褪去冰冷外壳，一秒变火山，热情喷发。所以你们骗我没来过高雄啊！之前 SH 在高雄音量就不止这样了。楼上有人吗？这边楼上有人吗？啊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抢票不是抢假的哦。多少人在二晚，今天晚上没有办法进来，所以就好好珍惜今天晚上。就是想要合唱的啊，想要把荧光棒摇坏的啊，想要尖叫的都可以。
田馥甄不愧是冷面笑匠，用独有的甜式幽默博君一笑，成功化解他本来最担心的投屏桥段。他也开玩笑说，如果讲话讲不好，那就唱歌吧。而如果巡回来到了第十场，田馥甄其实不再专注于只是把歌唱好，反而更享受这个属于自己的舞台，用音乐和歌迷交流。说爱真的不如我先把它视作爱，感情更有多难难道能够天下就大乱，下一秒我心说不定对谁感情伤，那个好人爱会只是短暂，在寂寞中靠近，拥抱中痊愈，却不敢轻易说爱情。有些人爱着爱着就变了，有誓言爱着爱着会忘记。用歌声就能震撼全场。完整三小时的演出，放送两个大幸运，成就一场美好的听觉飨宴。田馥甄如果巡回演唱会，用歌声唱出了自己的风格，成功走出自己的音乐路，也让粉丝看见田馥甄才有的舞台魅力。田馥甄如果在高雄开唱会是怎么样呢？田馥甄如果在高雄开唱就是这样。完全娱乐观潮文林奎韵高雄采访报道。